比熊能吃番茄，但是不能喂食太多。番茄中含有维生素 C、膳食纤维、抗氧化剂、矿物质等营养成分，能给比熊补充身体所需营养。番茄中含有生物碱和阿托品，如果食物过多，可能会导致比熊中毒，出现抽搐、流涎、呕吐、腹泻等情况，还可能会影响胃酸的分泌，造成消化功能紊乱。主人在喂狗狗吃番茄时，最好把番茄煮熟之后给狗狗吃，也可以做成番茄酱，放一点在狗粮中，能促进狗狗的食欲，补充狗狗身体所需营养。番茄中含有大量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纤维，如果做成果酱的话，其纤维含量比整个番茄的纤维含量更高。